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刚才吃饭耽误点时间。没关系，吃的什么呀？拉面。什么面呢？拉面。什么拉面呢？兰州拉面呢？大份还是小份啊？小份。小份多少钱呢？10块钱。十块，微信还是支付宝？不是，我想我们可能搞错了。我其实喜欢女的，咱俩不合适。那你看这样可以吗 ？What？ 我先回去了。哎，那你怎么回去啊？骑车。什么？什么车呀？电瓶车。电瓶车提速快不快？啊，还行。那能拖几个人啊？两个。那驮了人之后，速度快不快？不是，咱聊天能不能离开电瓶车呀？那你刚才吃面放没放辣椒？那什么，我真回家。那你回家是不是睡觉啊？马上睡。那你睡觉之前洗不洗澡？洗。那你洗澡是用肥皂还是用沐浴露？肥皂。呸，沐浴露。那沐浴露啥味儿的？你能不能正常点？和你聊天挺开心的，你呢？我也开心，行了吧？你为什么不开心呢 ？What？ 不是，咱能不能换个话题？那你电瓶车几个电呢？我吃了拉面，放了一勺辣椒，3勺醋，电瓶车还有3个电，回家路上用掉一个电，回到家之后我给手机充电，怀疑我不合适，等我晚上回去把手机充电的吧。充电板是啥颜色的？充电板是白色的。停，我知道你要问什么，在超市花25块8买的。你要生前问的吗？充电快不快？怎么了？不舒服了？这多喝热水啊。我喝你妹的热水。喝点啥？小哥哥在吗？答应送人家的皮肤可不能反悔哦。What？ 喂，妈妈，怎么啦？你说说你多大了？能不能处个对象让我抱个孙子？哎呀妈，那着啥急啊？就你儿子那么优秀。你都32了，咱隔壁那小王今年40岁，都抱上孙子了。妈，那不得碰啊？你碰20多年都没碰着一个，那碰瓷都比你频率高啊。哎呀妈，我好像找到女朋友了，我要跟你说话呀。你是不是骗你妈呢？没有。喂，阿姨。哎，你就是刘洋女朋友吧？对，我是刘洋女朋友。哎呀，你看这小声真甜。阿姨，是因为刘洋天天给我吃好的，所以才甜的呢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阿姨，你就别催刘洋了呗，我不是在这儿呢吗？那阿姨还催啥了？你俩好好过日子啊！放心吧，阿姨，刘洋对我可好了，我也可爱他了呢。这回行了吧，妈？哎，行行行，你有女朋友了，妈就放心了。放心吧，阿姨，我俩两个人巧了，这是跟谁打的吗？我妈。哎呀。姨啊，那啥，我金明，最近身体咋样啊？啊，金明啊，本来呀、阿姨身体不好，这不听到刘洋找到对象了吗？老开心了。What？ 对象？你有对象吗？你不知道吗？他女朋友就在他旁边呢。不是，我看就一个人啊，姨啊。刘洋，你是不是骗你妈的？妈，没有，不是我妈。别怪呀、妈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那个小姐姐长得好漂亮。去搭讪一下。What？ 是，刚刚在那边看到你。说话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嘘，别说话。我要问你个问题，装戒指的叫戒指盒，装我们的叫什么盒？骨灰盒。什么呀？那叫天作之合。嘘，再问你个问题，你知道我属什么吗？属什么呀？我属于你啊。我属猪，你是猪吗？绿头龟，干嘛？宝贝，我昨天输液了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因为我输的是。
你是绿头怪，咱俩不一伙的吗？那你还要放啥歌啊？我给你报个名，梦高原红，云梦梦驼铃。这搭讪太难了，我温柔啊。哎呦我的妈！嘘，臭宝，请管好你的嘴。你怎么了？因为我随时可能亲他。绿头怪，你好。分手吧，我走了。哎，回来，回来呀！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哎呀，回来，对面都偷家了，你赶紧回来。游戏呀，我还以为你说我呢。是我想太多，你总这样说。还玩？哎，宝贝，排位呢？排位呢？那你说，我和游戏选哪个？当然是我的小宝贝了。讨厌，谁是小宝贝啊？游戏呗。绿头怪，你能不能别再放歌了？哎，你别生气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那行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重新选。那我肯定选。绿头怪。哎呀，你别玩了。哎，你再等我一会儿，宝贝啊，等我一会儿。那你还有多少时间呢？我。绿头怪，你是不是看上我了？哎，不可能，人家绿头怪有女朋友。说，你俩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喂。哎呦我的妈！兄弟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兄弟是吧？那跟他过去吧。哎，不是宝贝。哎呦，真不是兄弟啊！喂，真不是兄弟。你这个渣男，那天晚上我喝醉了，你对我做什么了？我这啥也没干呢。那你做什么了？你总得详细的跟我说吧。就晚上我给你送回家嘛，然后给你抱上楼，然后你就。绿头怪，你是不是搞事呢？然后呢？然后你上楼又作又闹的，自己把衣服脱都脱完了，之后我就……哎，绿头怪你！你是不是？你别听他乱放，之后你就睡着了。那我睡着以后呢？你睡着之后，我就给你盖个被子，然后我就……后来呢？你就后来你就睡着了，然后我就下楼了。之后你拖一地，你嘴里还喊什么？不要。还需要多久的长？多渴望？哎呀，停！你看吧，你还是对我做了什么？哎呀，你别听他说的，我发誓，我要骗你，我是你儿子。是爸爸。坐下。算了，你以后都别再来找我了。绿头怪，就是因为你。分手吧。怎么了呀，亲爱的？说，你嘴角为什么其他女人口红？爸，我中午吃辣椒辣的。辣椒。对对对。行了，还辣妹子，我说口红颜色这么艳呢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这哎，还是短信。好可怕，女朋友，像我，我只会心疼爹爹。这女的是谁啊？我妹妹。不是绿头怪搞我的吧？不是你别听他瞎放。你左一个妹妹，右一个妹妹，你是老大哥呀？我不是老大哥，我不走大哥好多年，我不爱逼了。绿头怪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搞我了，行不行啊？
你就气我吧。我真没有。那你说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？我俩就是最美的情侣。不是宝贝儿，你就别生气了，一会儿咱逛商场给你买衣服去。我是那么物质的人吗？你还这么捧我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哈哈哈哈哈哈。不是绿头冠，你是不是看上我了呀？想什么呢，人绿头冠有女朋友。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？说你们俩有什么关系？兄弟是吧，分手吧。哎，等会儿我。你看你大中午的喝这么多干啥呀？没喝多。没喝多是喝多少啊？喝了这些。这几啊？四瓶啊？这叫无终止的喝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看都醉成啥样了？没醉。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。你换首歌吧。OK。还搁那没醉。我是蝴蝶。行，你是蝴蝶啊，我帮咱回家吧。我什么想着家里怎么没有花啊？看你不像花。男人就像一朵花，只是要让它开花。你怎么知道我要用花呀？哎，讨厌！笑什么笑啊？啊！花。你走不走？你走，我自己走吧。不会留。换歌。行，你不走是吧，我走。走吧，保重哥哥。你说啥，你再说一遍。往前走。往前啊走。莫回头。看你啊，还是喝点酒吧。就这个 feel 太爽。哎呦我的妈。你就喝吧，别走了，来来。这个 feel 太爽。哎，中午你陪我玩会游戏吗？我说你自己玩的。老子那跟我聊。别碰我，玩行玩行，别碰我。哎呀，你真好。哎呦我的妈！把歌换了呗。不玩，你还不知足？别人谁找你玩啊？你不我，不是怎么我就没人找我玩游戏了？凭啥呀？你长得丑。不是我。我得是我头领，咱俩说话啊。不是，怎么的？我就没啥优点吗？也不是没有吧。快说来听听，快说来听听。不，你也挺会卡点儿啊，你能不能换一个了？行了，你也别闹心了。不是这事儿搁谁，谁能不闹心？不还是我陪着你的吗？你给我撒喽，撒喽。哎呦我的妈！你骚了我！你背跟我骚了骚了的！哎呦我的妈！你背跟我！哎，亲爱的，今天我妈过生日。哎呦，老丈母娘今天过生日，那我得给她打电话啊。你打一个。喂。喂，谁呀？哎，我是。哎呦我的妈！过来，不是服务员，不是你没看出我这给我妈打电话了吗？你能放点正经的歌吗？小兔崽子，你到底是谁？妈，是我浩宇，刚才闹误会了。啊，浩宇啊，啥事儿？
啊，妈，我呀，我。哎，喂，妈，妈，喂，不是服务员，不是你这啥意思？你成心给我作对的是不？你放点流行吧。这咋整啊？咱妈肯定误会了。要不咱俩去爸妈家好好解释一下呗？咱俩也不能空手回去。哎，没事，媳妇儿，你看口红才100多。确实挺合适，那你也给我买一个呗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媳妇儿，我发这就是个猪。行，我看我还是自己回娘家吧。哎。What？ 哎，你等我会儿。哎，你怎么昨天那么晚回家了？哎，别提了，那同事非得聚餐。有个同事非得让我送他回去，男的女的？啊，这都是同事，咱要不你猜？我不知道。啊，你宝宝，你别误会，大家都是同事，路挺黑的，不好走，我就送他一趟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服务员，真闹误会了，你换首歌。行，好嘞。哎，真不是你想那样，大家就是平常关系都挺好的，我就把她当一个妹妹。你不知道你有女朋友吗？你不会拒绝她吗？那夜你没有拒绝我。哎，服务员，大家你好，我没得罪你吧？赶紧给我换歌。哎，我真应该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。哎，换歌。哎，你消消气，我给你买了这米糕。哎，不对，你不是不买零食的，谁推荐你买的？哦，我一个妹妹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不是你想那样。行，你跟你那帮妹妹们过去吧。哎，真不是，真不是。撒手！哎呦！哎，你好，二位，站起来。嗯，谢谢。没肉吗？嗯，这不减肥吗，宝贝？来，多吃点。不是，这都绿色，你想干啥呀？哎呦我的妈！不是，服务员。哎，你好。没看到这款闹误会吗？赶紧换首歌。啊，真好嘞。别误会，宝贝啊。我说你怎么最近开始喷上香水了？我那不是没洗澡吗？服务员，哎，等一等，干嘛？你要给我冲澡啊？这怎么还浇着水了呢？赶紧换水，快快！宝贝儿，别生气呀，我这真是没洗澡，不信你闻。哎，行，先不说洗没洗澡，你这两天连家都不给我整了，就是。我那不是在哭。哎，宝贝，你先别。换歌。行啊，你家够多呀。真不是，宝贝儿，你说我这么爱你，我怎么能做出那种事儿呢？你确定这就是爱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还是把这特别的爱给别人吧啊！别呀。What？ 住手！哎，等我一会儿，宝贝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这一眨眼儿咱俩都分手5年了。嗯，那这5年你过得还好吗？跟你分手之后我就没再找过女朋友。你都单身5年了？我呀。哎呦我的妈。这5年你都没用过呀？ What？这个服务员呐，你们家的歌吧稍微有点应景，你是稍微坏吧，对吧？你会不会怪我当初狠心离开你？哎呀，不会，你看你这小眼神我就受不了了。服务员，我就想和个好，就这么难吗？你换歌去。好了，那啥，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
啊，我就现在就老回忆咱俩原来一些美妙的过去。不敢，别误会啊。那好，那我问你，这五年来你改没改良爱喝酒的坏毛病？当然了，我这。不是、啊，你别误会。行啊，看来你这些年没少喝呀。不是我真没啊。哎，看来当初离开你啊是对的，你自己在这喝吧。哎，你别喝了，我真。What？ 你听我解释。不是啊啊！甩没拿。货带了吗？别急，先对暗号。准备好啊！抓男人。抓两个。抓到了。哎嘿。自己人呐，敢问阁下尊姓大名啊？实不相瞒，江湖人送绰号尼古拉斯飞天小女警。久仰久仰。你叫啥？我叫小沈阳。你叫小沈阳。服务员啊，我们这私下交易呢啊，换个音乐。啊，没音乐我交易。其实我也有个响亮的名号，我叫克鲁基娜·刘德米勒·布格菲耶夫娜。我可以验一下货吗？我只要四个甜圈，怎么五个？嗯，不是多一个不好吗？喂，服务员呐，就你来说，如果换一首歌就更顺利了。对不起，是我不能进行交易了。为什么？甜甜圈都带来了，你还想要什么？我想。给我一个吻。哎呦你！流氓！服务员，我给你。你干嘛去啊？我想飞到天上去，去要去疯狂。你，哎呦我的妈！你等等我呀！哎呀！我说，咱一大男生，哎，咱们能不能爷们儿点？嗯，我怎么不爷们儿了？不是。你看你穿的啥啊？大老爷们儿，你穿啥？儿子豹纹儿，你男孩儿女孩儿？豹纹儿怎么了？啊，我当然男孩儿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服务员，你没看这边吵架吗？能不能换首歌？挺爷们儿了这。宝贝儿啊，你可真是不懂潮流。你懂潮流，大晚上咱俩出去，人家还有和我闺蜜逛街呢。喂，你看呢，服务员都看不下去了。服务员，你等我一会儿。啊，换歌是吧？别生气了，宝贝儿。那你答应我啊，以后别再这么穿了。好。帅哥，我消消气。哎，我给你推荐一款特别假的游戏。我说呢，你怎么成天这手机不离手呢？我怎么没离开手呢？哎呦我的妈！我看了，你还是跟游戏过去吧。不是无聊吗？我看你玩的挺开心的。哎，服务员，你好，先生，给我来两份过桥米线套餐，饮料五块，配菜四块五，米线十五，过桥费38，合计62.5。嗯，什么费？过桥费。那我们不过桥。看啥有饺子，你不用过桥。没事，宝贝，就来这个吧。
先生，您是现金的还是刷卡？我刷卡吧。就你女朋友这智商，我估计也给你找不上啥零钱了啊。What？ 哎，宝贝啊，嗯，我对面坐个傻子。嗯，你对面还坐个傻子呢。哎，那我再问你个问题啊。你不能说黑色，然后彩虹几种颜色呢？赤橙黄绿青蓝紫。你看你输了吧。你不能说紫色。你有病吧，你刚才不是说不能说黑色吗？不能说黑色吗？你看你现在说了吧。你再考我一个，我刚才没认真跟你玩。好，你说28282828。28282828。你不用叫爸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考你一个，来，你问我，嗯，你是汤姆吗？你是汤姆吗？我是汤姆。你再问我，你是杰瑞吗？你是杰瑞吗？我他妈告诉你，我是汤姆的。我他妈告诉你，我是汤姆的。快！服务员啊！哎，先生你好。那什么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啊，就是吧，待会儿我女朋友过来。完了吧，就是一会儿我准备跟她求婚。谢谢了，行，放心吧，老弟，哥给你安排啊。What？ 那什么，姨啊，就我你咋来了呢？咋的？不欢迎我呀？欢迎，我那……哎呦我的妈！服务员呀，把歌关上呗。我告诉你啊，小奥，你要想娶我闺女啊，得过我这一关。是，姨啊，不是你今天来的时候吧，我不知道，完了我也没准备啥。准备啥呀？这不新请的礼物吗？给我的惊喜吧。嗯。哎呀妈呀！送我这么大的钻石，你想干啥呀？服务员啊，来。宝贝，这哥够吗？不能够啊！你够我哥，等着。姨呀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姨呀，这孩子孝顺，你等一等。但是吧，你叔容易误会。好看，你特别喜欢。姨呀，你真误会了。哎，小奥啊。不是姨说你，你说姨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这不逼我犯错呢吗？你看你也不害臊啊你呀！哎，姨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就是王阿姨介绍的对象。哎、是是是，您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这啥呀？你还有5分钟的时间。你真好看。谢谢。多大了今年？我25。我也25，咱俩同岁。请问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机头。做什么？做机头的呀。What？ 你们这行这么都现在都这么正大光明了吗？都做机械机头的呀。机械机头也叫机头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那咱们点点吃的吧。是机械机头。哎，谢谢啊。哎呀，我不喜欢吃汤面的呀。那这没事儿没事儿啊。完了，没了，吃吧。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就先走了。不是，别走啊，这没结账呢。我也没吃，我结什么账呀？不是，老妹儿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也一口没动，我结什么账啊？哎呦我的妈！你伤我呢 ？What？ 老妹儿，你要这样的话。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刚扔进去的呀，是模型。不是老妹儿，你这么做就没意思了啊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呀，哎呀。
我，你谁呀、啊？我是你宝贝儿呀。你还我宝贝儿，我还是你爸爸呢，你精神病吗你？是你啊，宝贝。你刚才说你是有什么？啊，我说我是你。服务员，不是你没看这闹误会了吗？你换首歌呗。不是宝贝，你怎么还戴着绿头套啊？你说为什么戴这个？我才出差两天，咱家为什么会有其他女人的丝袜？这个，你别告诉我这丝袜是你自己的。服务员，你能不能换个歌啊？好的。别误会了，其实昨天是我女闺蜜来咱家住的。什么？女闺蜜？她钥匙落家里了，天又太晚了，所以我就说让她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换歌。别生气了，我还给你准备了礼物，你看。你别岔开话题呀、啊。宝贝，你就别误会了，我睡的床是睡的沙发。嗯。最后呢？哎呦我的妈！别害怕。这个礼物我挺喜欢，我该走了。哎，宝贝，你要去哪儿？我男闺蜜生病没人照顾了，让我去他家陪他会儿。哎。哎呦我的妈！宝贝，你等我吧。宝贝啊，咱俩玩会儿游戏吧。嗯。啊，惩罚呢？输的把赢的背下来，怎么样？玩呗。你咱俩玩抓鸭子。行。鸭，来，预备，走，抓鸭子！抓几只？抓四只。抓到了。嘎嘎嘎嘎嘎。教练，教练，那个我跟女朋友玩游戏呢，能不能换个歌呀、啊？行，哎，谢谢教练，哎，拜拜教练，哎，哎呀，好啊，宝贝，人教练不都答应换歌了吗？你怎么这么窝囊啊？人家都气愤头上，我当时怎么爱上你的？教练。哎呀，没事，那啥，那个，再换个歌呗。女朋友有点不太开心，没事。咱这大个儿，我也整不过他呀。给我一个月，高低拿下。看这倒霉样吧，到时候到人面前又得变乖巧。我怎么就？只要你乖乖，爱不爱你我有面具在。宝贝，咱别跟他生气了好不好？哎，你尝尝看，我给你买自主正品蛋糕，还挺好吃。要买二十盒。二十盒？你也太不会过日子了。你说我？一个败家娘们，败家的娘们，败家的。别搁这练了。不是，哎呀。宝贝，哎呦我的妈！那个这么回事，哥们儿，我呢单身十多年了，然后好不容易有个女的跟我相亲，一会儿呢你就帮我放一个轰一下气氛，行吗？走，这是出来吧，安排。What？ 走。服务员，这就咬了。不是，那个这儿有人坐了，你能不能就是靠点边儿，行吗？你看你拿着瓜，那你不是来相亲的吗？啊，我是相亲的，你就是王一秀那对象啊。嗯。想啥呢？嗯，就你忙你。啊服务员，这个趴的你怎么样？我刷着，不是解决
不是像你想的，就可能有点小误，就小瑕疵，你明白不？哎呀，误会啥呀？嗯、哎呀妈，我跟你说，你这都也在年轻人吧？是啊，我也没处过男朋友呢。不姐，你看都明白，我处过女朋友还不行吗？我都便宜你了。哥，我求你换个衣行不？不是姐，我想问姨啊，就是不是你想的呀，是你明白吗？哎呀，你懂，那是长得好看，我也想到你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谁给你自信呢？哎呦我的妈！要不？咱俩试试。你瞅我瘦成刀了，你不怕我扎你啊？哎呀，你太不好意思了，行。嗯、那挖疼，你看行不行？就像是失去生命，我感觉不到呼吸。哎，我的妈！水我买的，你喝啥呀？